王志文何许人也，曾就职于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，专门研究表演的工作，获得过多次影帝、视帝，和陈道明老师不相上下，曾经和江山搭档的过把瘾成为中国经典的爱情电视剧。2008年和比自己小14岁的富婆妻子陈坚红奉子成婚，轰动演艺界。陈坚红曾经也是内地有名的模特演员，但是她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走秀和演技，而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旁拥有一家车行，卖的不是普通的车，都是高档豪华跑车兰博基尼，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。两人重婚后，王志文似乎在娱乐圈渐行渐远，有人称妻子陈坚红的年薪高达5000万，虽然有夸张的成分，能成为兰博基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收入会少吗？结婚后的4个月，妻子就为王志文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如今一家人在上海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所有人甚至戏称王志文财色兼收。小编也祝福王志文一家能够幸福，财富虽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是的的确确能赶走不少烦恼。